今天来一双海珊瑚，跟大鞋垫子似的。听声音啊，不脆，不要双金。如果够脆，能不能赏我个双金？哇！够脆吧？嘴累，能不能赏个双金？谢谢。好久没有吃辣面馍了，今天再来一招。天哪，必须料必须得足了，放根大葱，再来两根小米辣。妹，你准备的给我食材准备的倒是够丰富的，再来点辣椒面，再来点秘制辣酱。够不够辣？不够，再来点秘制辣油。这够狠了吧，再来点火鸡面料。天哪，宝贝儿喜欢的给我双击。哇，天哪，哎呀，最近有点虚，背着老公偷摸着买了这个80码的大拖鞋，哇！如果我能徒手打开，能不能赏我个双击？都玩太紧了。我的妈！哎，我天亮嘞！哎，我的妈嘞！宝贝儿，这玩意儿太要命了，我脸都给我整红了。能不能赏我个大双击？哎呀，好好补一补。哇塞！哇！双击吧，宝宝。太难了。帝王蟹好吃，就是太贵。我老公说，这个视频如果收到1000个双击，下次给我干10斤的帝王蟹。这个是5斤的，我想看看10斤帝王蟹长啥样。宝贝儿，能不能帮个忙？给我一个双击，行不行？一人给我一个，下次带你们见识见识10斤的帝王蟹长啥样。我天哪，5斤的都这么肥了，10斤还得了啊？哇，配上秘制小辣油，哇，又肥又嫩。我双击给一个，给就给一个。妈呀，太香了！来3串美味的小人参，吃这玩意儿必须得配上香辣油，哇，配辣油才香啊！吃这个咱少点辣椒呢，不加辣椒没味儿。你不是说不给我加辣吗？你这个视频没上热门，你上热门了，下次保证不给你加了。不想吃辣椒还想上热门？你怎么这么狠呢、啊？宝贝儿喜欢吃辣的，给个双击吧！哇，3串一起吃。送你们一朵鲍鱼花，祝你们天天有钱花。哇，我老公说了，这个视频如果能超过500个双击，他下次就给我买10斤的大鲍鱼，想尝一尝，能不能帮帮忙？